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台北工厂一是台北市林委会与坎城导演双周单元合拍的作品，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导演赵德胤与张荣吉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赵德胤导演。导演好。你好。我赵德胤。第二位导演是我们的张荣吉导演。阿吉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台北工厂一是双导演制的作品，所以你们个别都有跟一位外籍导演配对，一起合制一个短片。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分享这次国际合制的经验呢？国际合制的经验，因为双导演就拍电影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嘛，是，对，特别是我合作的是法国导演，所以这种文化当然完全不太一样，对电影的拍法或步骤或某些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就过程其实很痛苦，很痛苦啊！怎么说呢？那个痛苦的过程，就是毕竟平常我们都是一个人当导演，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当你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别人同意或点头，那当然就会有很多地方是完全朝不同的方向去想，当然就会很痛苦。但结果是比较好的，因为结果你看得出来，就是不同的人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可能相对又比较共通性一点，对，是，对，但是在当下还是必须要选择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两个人的意见是相左的话，在当下要怎么样决定呢？比如说两个人有两种想法，就两种都拍，两种都做，是，所以成本就会比较高，是，对。那做完之后他慢慢的可能比较信任我了，因为我合作的他同时是演员，他是模特，他是法国的演员，所以他在《沉默屁股》里面他也演一个导演，他都在演戏，大多数时候他也没空来管我，所以也这样也比较好。但是在前置上相对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讨论跟磨合，对。阿吉导演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你是跟哪一国导演合作？我是跟那个伊朗导演合作，对。那我们其实从十二月就开始，互通信件嘛，然后就是在沟通创作的那个脚本，对。那其实跟伊朗导演合作是蛮有趣的，你会觉得他的很多想法就真的是很像我们以前看到那个《伊索寓言》的那种寓言故事，很不切实际，可是却很天马行空，很天马行空，很有想象力。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到时候要落实执行的时候，确实要思考到更周全一点点。我倒觉得这次的双导演的拍摄上，其实因为就是国籍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然后可以彼此互相的学习，然后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的方式吧，对。所以觉得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就是冲击在一起创造出的成品，这样子。对对，过程很痛苦，过程很痛苦，结果还算美好。但是创作的成果是美好的。所以这是两位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沉默庇护》跟老张的新地址。那《沉默庇护》其实跟导演的缅甸出身还是脱不了关系的。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你怎么样选择这样子的题材呢？其实这个故事我本来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跟就是我自己出生的背景缅甸完全没有关系，是台北比较都会的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沉默庇护，但是因为要双方都同意嘛，结果投票之下对方就坚持要这个故事，对，是我写的剧本，两个都是，所以最后就拍了这个故事。所以其实那这个故事相对来说，对我来说它就比较实验性一点，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伪纪录片，就假的纪录片，用演员去演被访问的素人，对，对，就用演员去演非演员的感觉，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介于在就是纪录片跟剧情片当中，但是导演又加了一些就是美术的装置艺术啊，或者是行为艺术的那种感觉。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做这样子的选择呢？应该是说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就会想要做不太一样的尝试，比如说电影就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嘛，居然都是已经是非纪录片式的纪录片了，那中间的拍法或美学其实比较不受
任何形式的限制，但最后还是被归类在一个形式啦，比如说你看得到的实验性或者是装置艺术性。那最后的版本其实还是很逻辑性的剧情片了，我自己感觉。那这也是就是说法国那一方的，包括剪接上的顾问也好，这位法国导演也好，大家互相就是同意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下的一个结果。某个程度上他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朝向更个人，可能他会更装置艺术或更实验，对，但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剧情片，对，很有逻辑，很有故事，关于家的剧情片这样。是，所以导演要帮我们说一下，在你的逻辑底下，这是一个关于家的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台北工厂一不止我的电影，刚好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的就去讲了关于找寻家或失去了家的人找寻家的故事。对对，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找寻一个庇护的场所，所以他才叫沉默庇护。对，是高杰大哥，就是我记得他第一次跳到大海里头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非常紧张，就是潜水教练也在下面 stand by。 后来我事后才知道，那一次跳的时候就是游泳教练找不到他，因为他游太快那个求生意志让他游得很快。阿吉导演拍的是老张的新地址哦，所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样子的故事。老张的新地址其实就是真的，他也在讨论的是关于家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在家的概念底下会牵扯到你自己所谓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那老张的新地址，他其实是借由主角老张他的家不见，他唯一仅有的就只有家的那扇门，他就那个家的那个住址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家的那个躯壳完全不见了。所以你会在整个故事里头看到老张如何去寻找他的家，那也在最后他为自己找到一个答案。对，那那个答案也许也是观众可以思考的问题这样子。那主角老张是由高杰大哥所饰演的，他还有背部全裸的戏的对，导演为什么选择请高杰大哥来饰演老张呢？我觉得短片创作它有很多可能性，然后也透过每次不一样的创作可以希望跟很多更优秀的演员可以合作，那我觉得这次很幸运，就是请到高杰大哥来担任老张这个角色。老张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可能是相对比较忙碌的上班族，对，每天可能都处在自己生活忙碌的状态下，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就是当大家都处于一种忙碌的状况，而没有去思考所谓自己自身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发生了一个什么大事之后，你才会有所觉悟这样子。那请高杰大哥来演，来演是当然是希望可以跟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合作。那他也为这部电影，其实他投入了很多自己的不同的想法。那因为饰演老张，其实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那可能他必须背部全裸然后他要跳到大海里。对，当然事前也跟高杰大哥有很多的沟通，然后也给他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深水的训练这样子。在这当中也有很惊人的海景戏，所以阿吉导演说在没有像是少年拍这么充分的资源底下，这些场景是怎么样拍出来的呢？刚开始的雏形它其实很像伊索寓言，很像寓言故事，很难想象它会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台湾。对，所以当初跟伊朗导演，我们在互相讨论的时候，怎么样把所谓这样的故事转化成在台湾这块土地发生，所以我们试图去找到角色的背景，然后角色环境的连结，那用一种比较相对诙谐幽默的这样一个喜剧的手法去呈现，好像可能比较严肃一点点的议题这样子。对，
那海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可能牵扯到故事，它其实所说的就是当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抛掉我们身上的物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褪去我们的肤色，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大家最初其实有一个理论是说，大家都是从海孕育出生的这样子，所以他到最后得必须得跳到海里头这样。那在海上的拍摄，有很多的困难，这其实也是我们剧组第一次的海上拍摄。海上拍摄，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模拟，那也希望可以找到最安全的方式。我们请了那个潜水摄影师，那也请了潜水教练。那第一个是帮高杰大哥做深水的训练，另外一个是我们在深水泳池里头试着尝试先找到一些角度这样子，那以便我们到时候到大海拍摄的时候可以再更顺利一点点。那我记得我们其实真的拍摄短短的只有3天。那我们在最后一天选择拍大海的戏，也是因为就是希望彼此的团队默契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跟导演的彼此的磨合也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再去拍一个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难的戏。很幸运的那一天的就是天气很好这样。那我们有一艘工作船，一艘道具船，然后一艘游艇让演员休息。那时候我记得就是3月初，还蛮冷的，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穿着厚外套啊。高杰大哥在戏里头他只剩下一件薄薄的衬衫的。那到最后他还必须得把身上的所有衣物脱掉，跳到海里头。我觉得在海上拍摄真的我们当初没有预料到，就是那个一点点的风浪的问题会让演员跟摄影机的敬畏的位移非常的大，因为它是两艘船，它不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准备好要开始拍的时候，然后船又跑走了，对，然后反正就是来来回回瞧了很多次，对，所以也花很多时间。那高杰大哥就是我记得他第一次跳到大海里头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非常紧张，就是潜水教练也在下面 stand by， 就等那个高杰大哥跳下来就要马上游过去把他抱住这样子。对，我记得第一次高杰大哥往下跳的时候，我们都等了一下，就是然后好不容易才看到高杰大哥好不容易浮出水面这样子。后来我事后才知道，那一次跳的时候就是游泳教练找不到他，因为他游太快了，那个求生意志让他游得很快，然后他很快的就这样游出水面这样。不过也是因为他那一次的在深水里头游泳，然后让那个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很好的镜头，真的还蛮感谢高杰大哥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牺牲。3月叫你跳到大海里头，这个工作要不要接？对，沉默庇护这个故事其实它非常复杂，它可能某个程度上讲了，比如说亚洲近100年来这一种未开发国家或比较专制国家下面迈向民主里程的历史。你说用15分钟要讲100年的事件，要讲的看似有一些进展，是非常非常困难，特别对演员来说。就是两位导演一起拍摄，一定会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对不对？刚刚赵德英导演也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一个创作历程，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文化交流吗？比如说大家对演员的认知，一刚开始法国导演其实他比较偏是选择，就是说所有的演员他希望都用非职业的素人演员。对，素人演员。那最后其实我们是夹杂了，就是比如说其中一位吴克熙在里面演了一个所谓的难民，缅甸难民。对，就是就是这一点，一刚开始他用素人演员或是他坚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会比较困难，是因为
一个素人演员要去诠释这一种里面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他生命经验是很强厚的，很深厚的。比如说一个人自己的爸爸或家人被屠杀，自己流亡在外面，然后要跟别人讲这个故事，不是素人演员在短期之内可以做得到。特别在台湾要去找有这种受过战争或苦难经验背景的素人可能也找不到，很难找。所以相对来说这一点我们其实坚持，就是说双方的意见争执了很久，对，所以最后我们还是用了就是吴可惜跟王新红。王新红当然我定位他还是素人演员，他一直都是本色演出啦。那吴可惜相对他是舞台剧嘛，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挑战要相当大。那他必须要在开拍前就能说服另外一个导演，他可以做这种他可以演这个难民的角色，看不出来是有演技痕迹的角色。就是这一点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再来就是形式上吧，法国导演其实想要拍的东西比我想的更实验、更装置艺术，可能更没有剧情。那我觉得他们是更大胆的对电影的想象，但是我觉得你说你现在看得到的东西很实验，但对我来说其实电影最后还是有沟通的意味啦，所以他还是就是逻辑上它还是沟通的，对。前置真的比较痛苦，前置相对花非常多的时间彼此熟识讨论，然后都没有进度，大概剧本是在拍摄前一天才有的，前面就这两个剧本一直在拉扯嘛。是演员要演出就是不着痕迹的演技是最困难，那可惜也是跟导演磨合了非常多次，是怎么样达成这样子的完美的这种演技呢？沉默庇护这个故事其实它非常复杂，它可能某个程度上讲了比如说亚洲近一百年来这一种未开发国家或比较专制国家下面迈向民主历程的历史。你说用十五分钟要讲一百年的事件，要讲的看似有一些进展，是非常非常困难，特别对演员来说。所以一刚开始吴可惜我们确定用它之后其实是测试，不知道它行不行，所以我们是给他看了比如说五六部纪录片，是关于这种比如说柬埔寨赤柬的屠杀纪录片，还有缅甸它有一部入围奥斯卡的就纪录片叫 Burma VJ， 这种完全在记录缅甸的人权历程，里面充满了难民被屠杀，家园被摧毁，他看很多这一种。然后我们在台湾找了一位就是在电影里面演一位就是第二位被访问者的那一位穿着军服的一位男士，他是有真的有所谓的被迫害经验，类似经验，所以找他来给吴可惜讲解他的经验，然后相对吴可惜看了大量的史料这样子自己来模拟我们，但是那些所有的对白跟故事都是编剧出来的，但是它架构在所谓亚洲发生真实的屠杀事件下面，所以吴可惜来准备的时候某个程度上他花很大的力气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过头，比如说太伤心了，你很伤心的看待被迫害者的故事，但是你很旁观的去看待呈现出来很怜悯的心，这种东西可能又跟你是被受害者是有距离的，不太一样的，所以最后他诠释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但我们拍了三天，就是光他的戏每天都拍一次，因为他每天只能哭两次对，大哭两次小哭大概是四五次这样子，是是是，对，大概哭到第三天就觉得差不多了，对，就真正到位了。三个角色里面最难的还是吴可惜，吴可惜，但是他这种不着痕迹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如果不认识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演员，他是演员，那这一点有些时候对一般观众来说，因为一般观众有些时候他们不太清楚说所谓表演里面不着痕迹的难度在哪里，对，但是对明眼人比如说像李安导演那种，他一看着哦，这个如果他不是演员可以这样子那就很厉害，真的非常的厉害，类似这种，对，那就做了很多功课了他自己，对，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怎么样找到一点跟那个去接在一起，但是是那个东西只是怎么转换了，
英语演员永远没办法等于角色，嗯，就是说他原本现实生涯上的东西还是一种限制，是，但是他只是把他某些相同性的悲伤转换，嗯，这样而已。对，是阿吉导演跟伊朗导演做了什么样子的文化交流呢？他最喜欢吃那个吃东西，他最喜欢吃蛋饼，蛋饼，嗯。可能蛋饼饼类跟那个伊朗的那馕馕馕比较像，是是是，那在拍摄上呢？刚开始的关系都会比较紧张，那、那个紧张当然是出自于不信任，不信任彼此这样，因为根本没有共事的经验，如何成为双导演？嗯、可是也就是这样才有趣啊，因为没有过，对，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其实都是在拍摄前，就是会有很多的讨论，那为的都只是在拍摄现场的顺利这样子。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还特地的准备我的作品让他看，他也准备他的作品让我看，因为我想要看一下彼此对于影像的掌握或者是风格上的差异这样子。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我们有差對，是不一样风格的导演，对，完全不一样风格的导演是。可是，对于彼此要创作的这个剧本，最后的雏形，其实大家都是很就是很满意的，很满意里头的故事，也很满意台湾这边的剧组为他为这部片子 casting 的所有的角色，嗯，对。他看到那些演员，他好像就是一副觉得，就很开心。真正的那个故事里头角色，真正的跳出来，慢慢去实现那个文字化成影像的那个过程。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那个剪接室里头剪接，因为其实，到后来剪接的时候，关系彼此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了。那是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的压力，是，也当然也是因为前面的共事了一段时间，真正剪完之后放映第一次给监制看的时候，放映完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去厕所哭了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很多程度的就是不管过程怎么样辛苦，可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多的感动在里头。所以台北工厂一真的是很特别的合制案哦。所以两位怎么推荐看台北工厂呢？八位导演吧，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完全没有事先讨论过，然后去讲述了人们流离失所的人啊，在找寻家的一个故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离开家。想回到家或找寻家的故事。嗯，不管是台北工厂一或是台北工厂二，很多不同的短片作品，在这短片你会看到，台湾跟很多不同的国家，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导演彼此合作下的那个文化的火花，激荡出来的火花，那也可以一次满足你对电影的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想象吧。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德一导演跟阿吉导演跟我们分享，谢谢两位，谢谢。谢谢。